我心中的台南鸡蛋烧第一名，太嘎吼！今天梅森要分享的是从开幕至今我都非常喜欢的鸡蛋烧店——兔子高帽鸡蛋烧。这家店的每一种口味啊，都是老板娘自己研发制作的。卡士达滑顺香浓，奶酥内馅饱满，奶香浓郁。榨菜豆干更是咸口味的第一名，他们不定时还会推出限定的口味哦，真的是完全无雷，因为他们实在是越来越受欢迎，爱他们的人越来越多。建议大家可以先线上预订哦，这家绝对是我的口袋名单，大家一定要去吃哦，拜拜。